接下来来解泉水人成就 ，Go Go Go！ 第一关。哦，这一队在第一关根本超容易打过去，怎么办？但我们没有办法洗技能。话说这队好像也不太需要洗技能的感觉。嘿，啵啵啵啵啵。不过手转很重要哎。来，看看我可不可以。嘿。哎，母汤哦。没有一个天降吗？就不能给我多一个天降吗？大哥，很坏，再多一个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我怎么搞的？等下，现在哦，好险救回来了。太惊险了吧！这个哦，他是该是让我想让我洗技能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用心良苦被我发现？好，可以哦，这波可以哦，这个效果。哇，哎、欸，这天降有哦，木珠剩四颗，我们还要木珠哎、欸，没有木珠了，怎么办好呢？我需要木珠啊。剩四颗木珠有。有哇，这个漂亮，这真的漂亮。好，接下来开这个。啊，我觉得这样就满足了。OK。这应该可以带着走吧。然后他就卡水珠了，这队不用怕卡水珠啦，一大堆的那个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开这个，再开这个，我真的是小聪明哎，小机智就是我。我来看看这怎么转。啊！这样子顺利的 OK 了呢。没有问题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天风树666。还 OK 啊，这个伤害蛮不错的。第四关，啊、哦！我第一次看台，好开心啊！嗨，你好，你好。等等，这里开这个。好，赞！王冠，王冠，王冠，王冠！冰起来，冰起来，冰起来！冰冰冰冰冰冰冰，掠过。好。最好是冰那个哦，有冰到木强化珠了，太棒了！真的是他来帮我的吧，对不对？你是来帮助我的吧？原来我们是多么大鸡朋友。好，你看他把那个木强化珠冰起来了，这意味着我们，哎、欸，擦火强化珠哎、欸。我来削个火强化珠好了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一波稳了，各位准备溜起来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一回合了，我 OK， 我们开个史密利 OK 吧？还行还行，转漂亮。真的漂亮，哇，完美！
一个时代的历史就要在这边展开了。历史的传说，嘿，哇哇哇哇！这天降！哦，我吓死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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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死我！真的，哎，泉水人临死哎，泉水人，我还没有那个张辽还可以过，我差一点吓死我，吓死宝宝。哇，真的吓死！没过就完了。哇！